家好，我是 Colin，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这个草莓果酱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我们只用了三种食材，草莓、糖跟柠檬汁就完成了。那会做这个果酱呢，主要是因为以前呢，我们这个保鲜的技术没有这么好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用大量的盐或者是大量的糖来做腌制，来帮助食材能够延长这个保存的期限。不过大家在做的时候啊，像以前可能会用1:1的这个比例去做果酱，那么现在因为这个保鲜的设备比较好，而且大家现在比较健康取向，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依照你的口味去递减这个糖的比例，不一定要做到1:1。像今天我就大概用1:0.5左右的比例下去做我今天的果酱。当然，你用的糖的比例越高，它能够保存的时间就会比较长。这个部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斟酌。那草莓果酱不仅做法简单，那在吃法上头也可以依照你的喜好自由搭配哦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草莓果酱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